经过110年的这个0809豪雨，就发现到这个社区还是有一些积淹水问题的发生，因此我们争取了水利署的应急的一个改善经费，总共我们有3040万元，那中央补助了1380万元，我们市府这边呢也自筹了1660万元来新建了一个4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社区呢，过去因为这个地势低洼会有积淹水问题的发生，我想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抽水站体完成之后，对我们社区的一个改善工程呢，这个淹水的问题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提升。以前若是落雨或是风台来的时候，拢会大家拢会烦恼，啊，拢爱出来，下暗拢会困袂去啊，拢爱出来顾家，顾有当时顾家足暗，才当等伊歇困。自然里的里长就是有去申请补助，啊，佮含市政府公所只配合，啊，有改善咱地方的饮水的情形，啊，足感谢里长佮公所，啊，佮市政府的斗相共。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三分钟。北门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带，强降雨来临时因排水不及而容易淹水。为了改善北门地区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陆续完成新围、三寮湾等抽水设备更新，以及加强部落排水沿线防护。未来也会持续争取经费，完善三寮湾聚落排水治理工程，让市民生活更安全。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啊，而且北门的所在，咱看讲，这个过去吼，就是三池社区工地0823的时候淹50公分，啊，110年。哦，就是两年前八月的时阵，哦，过一遍大雨，但是有一点的淹水的这个范围有缩小，但是嘛是淹水，哦，所以咱阁希望阁加强这个加大治水的力道，所以把这个抽排的抽水第一抽水机的部分，由于 1CMS 就是一秒钟可以抽1公吨的水抽掉，现在加大为5CMS， 一秒钟可以抽5公吨的水，哦，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的操作。那个排水的水位马上就降下来，啊，用这样的方式。第二个，加强这个部落哦，这个防护。第三个，加强这个水利，的这个排水路的这个修护养护，第四个，加强排水机组的个替旧，更新。有些旧的机组已经不好用了哈，已经效率不好了，把它更新为新的机组。第水路改善，主题部落防护的。这个部分呢，做好第三基础的改善哦，这部分来加强，那么是一步来改善哦。啊，希望讲在这沿海较低洼的所在，较容易发生水灾的所在啊，会当啊，这个减少啊，这个水灾的发生。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四月十九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央气象局预报，因为方面影响，有机会有较强的春雨。市长黄伟哲上午先前往已经完工的桂林分洪系统视察，因为20号开始，台南的雨量可能会到300毫米，而且是短时间落大雨，所以希望分洪系统。会当予桂林甲林德容易淹水的所在挺过大雨一关。虽然19号也是日头呛炎炎，不过因为方便接近，20号开始全台都会落大雨。为因应可能的短时强降雨，市长黄伟哲先来到三马溪的油单，关心总经费4亿外脱壳排水分洪工程。因为预估台南的雨量将向上修正到300毫米，所以希望分洪系统会当挺过一关。凡是大旱之后，很可能都有大涝，因此呢，就从明天的上的这个雨量，可能上修到300公里哈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甚至暴雨哦，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挺进这一关。好，能够挺过这一关，那也能够让我们之前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这个分洪系统能够产生效用。雨水排水含小龙带落地，现在咱看到只是出咸水溪口的水门等相关设施，其他有效改善桂林脱口一带等新洪区的饮水。
市长嘛进一步强调，七九的清扫一旦无落实，造成灾害将追究责任。下雨的时候，就是平常你的这个工作哈，防洪工作的一个验收。如果地方没有落实这个防洪工作的话，我们也会来做一个管考，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落实侧沟清淤，没有落实一个落叶清扫，到时候因为这个淤积，因为这个落叶而阻碍了排水管道的话，到时候我们还是会追究责任。这波方面虽然有明显的落雨，不过对着解决欠水有还有困难，水水的桥嘛，好有民众一定爱省水，珍惜水资源。带来新闻，军旗彩虹不得。安南区六里社区举办重现362年前郑成功定律活动，今年甲安南区公所共同主办，佮结合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台南市政府、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六里门天后宫、地门宫以及海军陆战队分家南联名。4月30日，龙岗就模仿郑成功定律后台历史。邀请市民朋友做会去参与。2023模仿郑成功登陆，将伫咧4月30日登场。为宣传这场活动，安南区的新任区长魏文贵特别装扮成为郑成功，甲海军陆战队分家人联名，以及陆军官校专科班校友会，共同来宣传这项活动。登陆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如果社区哈连续第13年办理。登陆的体验活动哈，今年较特殊的是咱开机嘛首次降旨，希望会当坐船呐哈，那这是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呢，我们也首次增加兵器的体验哈，所以我想伫遮拢欢迎哈，咱所有好朋友。历年来，感谢我们海军陆战队加联盟的弟兄，那今年增加了陆军官校专科班。常备士官班的校友会也来支持我们，那另外还有一个台江长明生活关怀协会都列入我们的协办单位，当然还有很多的公部门，包括观光局、文化局、台江国家公园。而最高团旗之阵亡赴台前导戏，去年在台南拍摄时，受到罗里小库理事长蔡登进以及海军陆战队分家人联名合作拍摄，才让该戏剧。郑成功登陆景点画面会当顺利完成，因此制作人刘佩玲特别来到台南举办这场小小试映会，和参与演出的陆战队兄弟先睹为快。很感谢去年呢，蔡登进理事长呢为我们号召真的海军陆战队来演我们郑成功这个海军的将军跟他的士兵这些将领模仿郑成功登陆这个精彩的片段。那海军演海军就更真。更符合史实写实的这一块，那我们也是很支持这个历史溯源，就是郑成功他象征着台湾的一个宗教的起源。今年活动原本预期开放300个名额，但现在报名已经超过340位，因为报名热烈，主办单位安南区公所甲罗里社区决定搁加码40个名额，想要参加的民众卡手就要紧。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讲到台南，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果汁或者是小食？以台湾第一烟尘的品牌作为标杆的乌桥牌，在台南中正路湾地址打造富城四大戏院洋馆，除了提供美食休闲空间，另外阁无定期举办艺文的展览。2023年的第一档，就邀请百年保证景元星以及映辉的创作展来甲开始哦。创立伫1923年的景元星，原本是以进口的布料、蓝枕佮批发零售的布装，随着产业的转型佮消费形态的改变，现在有着第四代杨子兴来经营，并且转型为在地生活美学的品牌，将台湾的文化转移做这款的印花，用印花来讲台湾的故事。当时啊，我在做百年布装转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到底第一个图要画什么，因为所有的图案它势必会有流水的编号，可是呢怎么样去让第一个图案是有意义的，我就想了很久，所以最后我决定画的是黄花风铃木。那为什么画黄花风铃木呢？因为大家如果是住台南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其实台南的春天会开很多黄花风铃木，所以对我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
百年布装新的春天，所以我画了这个黄花风铃木去记录我们百年布装转型的这个故事。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个人情感在里面哦，因为我是外婆带大的孙子，那外婆是布店的大女儿，那我印象很深刻，外婆以前很常穿一件黄色碎花绿色叶子的外套，所以就特别画了这个印花去献给外婆，因为外婆已经不在了哈，那就是去把这个家族的记忆，甚至台南的风景，甚至百年布装新的春天给画进这个图像里面。那它其实也是少数哈，就是景元星虽然是印花品牌，可是我们以自然植物去做创作的一个印花图样，因为其他有很多吃的啦，生活中的风景啦都不太一样，但这个呢，就是以花为主的第一个一号的创作这样子。透过乌鸡白当属长陈春丽加景元星第四代团领杨子兴的对话，陈春丽表示，即届甲百年的布展合作是一个跨世代、跨界的超时空的结合。因的共同理念，就是将家乡的水，伫地方文化加生活记忆中，透过无同的方式来呈现。黑桥牌应该是可以为这个商圈呢提供一个场域，一个平台，来让原本的这些我们这些百年的产业或传统的这些小吃店家都能够一一的来这边展现，来这边再让过那个观光客重新认识。所以我们一个大目标了哈，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期许，但是其实也不小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图上面的这些个名店，这些过往的这些个记忆风华重新再造回来。就会让我回到这个我小时候月考半天快乐的这条街上，然后甚至小时候跟妈妈去吃油鸡的记忆里面，到这个街区里面落点。那我们从这边重新开始，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责任去把这个故事给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家族自己的故事，甚至印花里面的台湾故事，甚至整个中西区中正路这一带的故事，所以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做介绍。景元星城市图腾的特点，这次总共展出18个印花布作，主题跨越时空，有你我的日常生活印象。其中19号的沙白鱼更加是台南的在地招牌，也有专属春天的黄花风铃木，也都被收录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为什么师母鱼上面会贴满了这些贴纸呢？因为其实这一些文字呢都是师母鱼的词源，也就是为什么师母鱼会叫师母鱼的原因。所以里面你会看到一些像希拉雅的叫法，甚至到它的西班牙的叫法。那其实其中有两个很有趣的是中间这一个，你会看到日文的写的 Saba 的两个字，可是呢懂日文的就知道思慕语不是 Saba、大家可能甚至不懂这个印花的人会觉得我设计的时候写错字了、它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之所以会用这一个名词，是因为相传有一个说法，当时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以为 Saba 鱼是台湾的鲸鱼，所以叫它 Saba。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它不是鲸鱼，它不是 Saba， 可是因为已经叫习惯了，所以呢石木鱼呢就叫 Saba 鱼的、所以其实它跟 Saba 有一个很巧妙的关联。展览分两区，有印花布加商品展 DIY 的金顶，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前往中正路的龙馆来参观。台南新闻林根蔡宏报道。国际扶轮三苏七孔地区甲新台病院共同举办平原地区早期肺癌普筛计划，四月22号将伫南区的鸿运文创中心提供免费的肺部 X 光检查服务。议员林美燕19号特别召开活动宣传的记者会，呼吁乡亲踊跃报名来为家己的健康把关。由国际扶轮三苏七孔地区第二分区国扶轮社和国际扶轮社台湾总会共同推动的早期肺癌 X 光偏远地区的普筛巡回车的计划，四月二日将伫个南区的鸿运文创中心来登场，预计提供400多位的民众免费肺部 X 光检查的服务。19号上午，透过议员林美燕的号召，包括第二分区各扶轮社、甲市府的民警、社会、甲卫生单位共同来宣导，希望民众踊跃报名。我想这么好的一个活动真的我们一定要让更多好朋友去知道了，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会腺癌事实上
也蛮对我们个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就是压力非常大，而且非常恐怖的一个疾病呐、啊、哈。那你如果肺腺癌，你如果能够早期去发现的话，事实上治疗也是蛮高的啦哈。运用这个筛检的方式，就是让我们可以初步先提早发现，不要等到，因为通常肺癌这个事情发现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是比较中后期。要治疗起来是很辛苦，所以如果透过这个快速的 X 光的，如果有发现这个状态阴影的部分，它可以会寄资料，你可以再去做大医院去做追踪。那针对的族群是50岁以上的一个比较长者，就针对这个区块，然后比较偏乡，就是一个偏乡区域或者是比较资源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资源，让他们提早发现，提早治疗。透过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那请大家动起来，让我们真的在4月22号那一天，那个场域非常大，很好停车，有70几位。那我们有一个 Google 表单的连结，只要大家都把它填好，去的时候报到，那整个检验2分钟就好了。其后卫生局主任秘书陈淑娟表示。肺癌在南部的发生率，应该讲是排名第一。上有效的筛检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但一般民众必须要自费2000到6000块不等。现在透过高解的 X 光，配合双能五谷的数位摄影，加 AI 的模型，会用的有效达到早期预防加筛检。它是双能的，也就是说你照完之后你的那个骨头会被拿掉，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那这是一个简单初筛的方式，当你发现异常的时候再转到医院里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再做治疗，你就避免说你要去医院排程排很久，或者是伪阳性的情形产生，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一个很简便的初筛的方法。那也呼吁我们市民朋友可以来参加以外，异常的话一定要回去医院追踪，因为如果你筛检完之后异常没有回去追踪，那就有塞跟无塞的赶快了，就无采哈。这届国际扶轮37公地区，总共捐助250万的经费，预计提供温家南医疗资源较欠缺的地区10万名的民众免费肺癌的普筛，欢迎年满50岁以上的民众报名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近前拢伫个四月中举办个梅岭欣赏花金菇个活动，今年因为南部地区拢无落雨，影响花金菇生长，所以今年将延到4月29号至5月14号登场。市府表示，今年拄着拜六甲礼拜同款采取总量甲分流个管制，请民众爱先伫个线顶登记报名。来每年看花金菇的季节已经迈入第18冬，今年因为欠缺雨水，影响花金菇生长，所以数量恐惊会减少。不过为了让民众欣赏难得的生态保育成果和油桐花的美景，可以品尝在地梅仔制品和农特产伴手。观光旅游局特别开记者会，也提醒民众一年五粮报道来看花金菇，一定要网络登记报名。花东市长也亲自出席宣传，邀请大家4月29到5月14这回来梅岭观光旅游。南溪好山好水，而且最重要的，它是很多的这个环境都没有被破坏污染，所以呢。萤火虫容易的出现，而且是在全台湾少数，非常极少数，在低海拔就看得到萤火虫的，很多地方都要到山上才看得到。因此呢，来南花南溪看萤火虫，那是最漂亮的。而且我们山区有南溪的绿荧光，在海边有将军渔港的蓝眼泪，所以通通都是非常适合大家来的。南溪不仅如此，还有我们的梅子、梅岭，还有我们的桐花，看桐花。看吃梅子鸡喝梅酒，那泡晚上来看这个看这个萤火虫，看完萤火虫去洗个温泉睡个大觉，这是好惬意哈、很漂亮很舒服很休闲的一天，欢迎大家来到南溪。为期3礼拜观赏花金菇，为了避免熊熊客地上侪人冲击着生态环境，所以一定爱预约。家里每一天两个提出，分别是下晡4点到5点，下晡5点半到6点半，
每一个提出以800人的总量管制，好有民众共同维护丰富的生态资源。台湾新闻军旗蔡宏博的。讲到美容，大部分的人会想到客家的美食或者是纸糊线，但是美容的好山好水也培育出优质的农产。当地有一间面包店，将在地椰仁美容147毫米用入面包内面，成为真受欢迎的招牌商品。每到出炉的时间，物件一摆起去，马上就被人客买了了。到底是多年的好食，才让这间面包店变成游客去美容一定爱去的所在呢？做回来了解。才刚刚出炉不久，家乡的面包就被顾客抢购到所剩无几。这家位在美浓永安老街里的面包店，将面包店开在老屋里，食材也融入美浓在地的农特产。每到面包出炉的时刻，熟客们就知道要赶紧到店里采购，更有许多在地人带着朋友上门来光顾。我们有当地人，当地人介绍的椰莲吐司。为什么是椰莲吐司？因为野莲就是美浓当地的东西，特色啊，因为它里面有野莲，有起司，然后我觉得还蛮符合美浓，还有抱歉，就是用当地的食材去做的东西呀、啊，哎呀、啊，我觉得这个是这里的特色，因为外面没有野莲吐司这种东西，几乎都会带来，那就推荐野莲吐司，可是他们非常的热卖，一定要订。现场几乎都会没有，今天就没有，今天就没有了，我们就买不到了。你做的吐司，这家面包店的一大特色是将美浓在地的农特产融入在面包当中。野莲面包147毫米制成的米面包，或是融合陈明香小番茄做成的吐司，这些都是店内的招牌商品。尤其147毫米的特性，更是让蔡妙清特别钟爱。美浓两大特产。一个就是黄金，就是稻米；一个就是绿金，就是水莲。对，那另外我们大家就熟知的白玉萝卜啊，什么小番茄啊，有其实美浓的产物很多，非常的广。只是我们就是取一部分，我们觉得，就是拿来做面包是算是最有优势的。我们也有试过其他的米。但它就是没有美浓米做起来这么软糯香 Q， 还有一点就是说，美浓米它的抓水量很强，对。然后我们拌进面包呢，它不会说，米粒就是很粒，它会整个混合的密实的很好。年轻时期曾经在市区知名面包店工作的蔡妙清，和同事烘焙师的先生一起来到美浓创业。谈起创业的初心，他说，过去几次的食安问题造成消费者人心惶惶，他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提供给顾客最安全而且美味的面包。我们经过这么久做这个烘焙来讲，当然是面粉做的面包也很好吃，很有 feel 劲，也很香，但是我们后来有一种认知，就是说其实这几年经过的食安风暴真的是非常多，那我们做厨师的有一种，基本上的就是说，我们对客人有一个责任跟态度，就是说我们如何拿出一个，这个食材是让我们觉得是没有安全疑虑的东西，而且是本地就出产，那它就会比较没有所谓的运输的问题，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包装问题，就直接产地拿了就可以用。来到美浓开店10个年头，这家面包店俨然成为美浓另一个特色景点。蔡妙清谦称谢谢顾客的支持，同时也希望将这些结合在地食材的面包可以提供给游客另一个认识美浓的方式。他更感谢美浓水土养出的食材带给他更多前进与成长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希望很多游客他进到美浓来，除了对美浓就是一个殖产的文化，然后一个客家的文化，再来就是我们希望在吃的是有相关，因为美浓毕竟它物产本来就很多，然后如何透过这些食物然后来了解美浓，说除了我们这些例如说像陈皮番茄来讲好了，
不是单单只吃一颗番茄，它可能就是演变成各式各样的伴手礼或者是甜点之类，然后你就会对那个食材有新的样貌这样子，包括我们最重要的一丝青，可是客人最下口的其实是野莲。我很谢谢在这将近十年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每天在触摸这些食材，我发现到我的食材一直在教我功课。对，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只是担任就食材是食材，给客人是天然的，但是我发现到我每一年接触到的食材都略有差别，所以我必须不断的去做合适的调整，来把一个这个食材如何呈现最美好的状态给客人。从市区到乡村，蔡妙清将自己的所学带到了美浓，运用当地的食材创作出不同风味的面包，也让游客从味蕾开始了一趟美浓的产地小旅行。记者郑福庆、刘伟婷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四月十九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